个人要食鸡薯条无？200块。啊，谢谢。鸡薯条个人要无？200。要不就？这鸡薯条真正人家足侪人去讨的。个人要？大谢谢啊！感谢你，谢谢谢谢。来、啊，鸡薯条个人唔好买贵，你要试食无？100嘛，无要紧啦。有人要买100块试食，看看来无？100。中午啊，吼，来到800点一下。过来，我来看这批商品，你来注意听啊。这我是仓库拢有啦，我都无炸出来。我讲今天商品啊侪吼，我无可能讲一天炸足侪种啊，绝对来才卖啦。好，啊，反正你若有要爱啥，你若要看直播哦，你会当老公讲，我若有看到，我来载来。啊，这技术条拢有啊，吼，来这支哦，这支哦，顶礼拜嘛一个阿姨来甲我讨，哪里哦？松露敢是你？啊，那不是，这支是松露鸡腿啊，松露鸡腿，规支鸡腿把你气骨，规支鸡腿把它放起来，鸡，哎你啊，松露的这个啦，啊这个，顶个拜嘛要熬出来啦，啊今仔这直播讲了，我起来赞出来，是300了，200，今日这支做少，你要两分了，三支而已，四支，啊无啊无，我无无，两分啦，我对起来，真两，三四，这支只你乌龙加钱了吗？无啊，是无啊。是的，没有啊，拢六分了，结束啊，600，那加一支，来这个打你送的，你来送一个10支的，30，56，78，90，来这600，600，谢谢啊，你老了，老了老七七的啊，这支松露大概买10个好了，来这支新的，这支。就安尼，我减价。安尼对，好啊，贵。安尼好啊，松露拢无啊。好料吗？还是料有啊？靠，我当作你变好料了。靠呀，我当作你变好料。你料料要我吧？料料。你是炸河牛？河牛，我炸河牛。靠呀，我看这河牛，你是要料有啊？靠呀，我目屎，我看袂。来。来，这是迄个和牛啦，日本 A5 和牛，阿姐来，几下来500卖无？来，这包够你啊，这包够你啊，来500，阿姐卖无？来500。来，我两个讲日本 A5 的货，我来讲长得刀难无啊，这花用抢的，价日本 A5 的，这刚才参加是卖500啊，够两下来无？有啊吼，姐你做右手边的，那个松露600，你有收吗？来，阿姐我来讲啊，你今天做阿沙利的。再过一支鸡腿，一只60上尾啊，捞一支60，最后一支60捞底，我无看。好啊，咱姐买先，我姐卖毛啊，我卖60。上，这一支274，粉丝趋势。上面在台式咸猪鸡啊，这一包鸡要我2包500，唔免500，鸡要我落啊。来，我们台式咸猪鸡吧，一包上好只啦。好，来你包两笼，这样300去治了。我过两要讲台式咸酥鸡嘛，一样好咯。啊，这我就改一点了，我就改一点，一样好过两要啊，台式咸酥鸡，拢有啊，包有了哈，中起来。来，好，这去治的哦，谢谢。到两要啊，手表，手表，480，谢谢。哎，老爸。到了，拍摄。谢谢。再老爸，再拍摄，谢谢。来，啊，这边讲哦。再特别注意听，来，酱烧鸡柳等于用叉，有够好食。这包今仔我特价，大家等于叉看卖，好食你就爱来后面。啊，即款家己研发的商品，全部无骨头的鸡柳，等于用叉，叉螺蛳、叉芹菜拢会使。一包叉好800，两包叉好300，我来讲，我无必要去开300，300我免300块了。哎，300呀！有人要食鸡柳啊？无300块。300。鸡柳有人要食无？300。你有人要食鳕鱼、鲑鱼、兔兔鱼无？鳕鱼、鲑鱼、土托鱼，我拢要吃。啊，这我来讲哦，你若要吃这包鸡柳，人叫你一人买一份倒来。你今日查看嘛，真正够好吃，这鸡柳300有人要来无？来300哦。注意听哦，我要买一包，你300哦。3包鸡柳，你拢无过来哦。3包给伊咯，注意听啊。一个人买一份啦，卖抢啊，一个人买一份啦。卖买两份啦，我袂你欢喜的啊。来，我来讲4包给你。一个人买一份，我4包。这马来卖哦，今仔专门炸鸡胸肉，大家欢喜哦。4包，金龙3、4、5、6、7，8人计落啊！我来讲，今仔我无要甲你画300，
啊，无好加一包啊，五包啊。你搞用炒的，我炒菜拢好食。我五包也卖你三包啊，一包剩六十啊，唔卖啦啦。一四六二四六八个尔，卖出价啊，卖出价啊，这公平计价啊，这明仔日啊，一瓶四个新价钱，五包哩。最后那三个两包了，没有吧？美女，你要插话吗？今天好吃。八百。我真心不会骗你，真的。姐，你收了，来。啊，最后那两个两包上面啊，谢谢。最后那两个要往那边上去，知道吗？这里上去。你炒看看，把你杯酒怎么炒？青年啊，我若正常杯，你着卖杯，我着老给我，你就当你炒，你都唔好。系啊，来。不然我就你有人要吃鳕鱼吧？鳕鱼到人要吃蒜鱼。那你那个，那你要小姐，你那玻璃龙啊，那是啥物青干鱼啊？那啥？你第二星要跟我讲嘛？第二星，那啥物啊？拖腿啦，我还讲话带拖腿袂歹啦。你有人要吃蒜鱼的无？这一斤二啊五啦，你要吃蒜鱼的时候，要上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啊！这地叫鳕鱼大肚啦，这台北西湾酒楼一间上好吃的，三百有人要吃无？你算你出去收了对吧？哎，出去收了。你算你当个拢抢的，有啊，一大批人，两三个拢搞摸几箱，来三百几有没啦？来三百啊！有人要食鳕鱼大肚哦，三百块的，金龙三四块，六个人去。够要食算你的无？这算你当用煎的，我这地够你啦，这地够来干煎的，装好食，这规条拢肉尔，这地够你啦。这算你大多是肉上油的啦，这地够你啦，这地够来三百，够人要煎的无啦？算你够给一千五吗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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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哎，两百啊！最后一个两百，上面只有两百，春节啊，卖完老几分啊？两百，算你啊！这种价比算你都卖完都还平啊！大哥，你啥物？你搞迄个啥物？你要食土土鱼哦？我唔好食啊！土土干，人要蒸土土，有人要蒸土土鱼无？我来讲啊，这洗碗洗啊三十二三，你小红汤包是我袂卖好无？真正无几包去啦！你搞人要食小红汤包，全部偌济？我带大家拢买小红汤包。这一包内底有二十粒，这长个吹吹就好啊。一包卖三包，卖二啊，我小红汤包这边有够济啊，新价钱的两包了。来，你买两包，这包无卖得少哩。两包，两皮啊，对，两包了。来，汤包过来，要吃哦，两包。小红汤包，这真正好吃，这长个吹吹都浪费半箱皮啊。够要吃汤包，我没有了，两包了。哎，两包啊。两包，哦，这汤包打得嘛清。两包过来，要吃汤包了。来，这我来讲哦，我汤包拢无啊，全家金龙三四五六个。你唔好买过，你买一包先食看卖，好食零加买两包，我变一包了。来摆啊！一包好，咱要试食看卖无？一包。边啊！食看卖，真心推荐的，没有你浪费的一包。过来买一包无？汤包。OK 好。意大利面哦，好。来意大利面啦，啊？有，芝士猪排酱。哎，芝士猪排酱好唔好？啊，那边啊，来。啊，这你若信任我，你买几箱当你食看卖。那无你俄罗斯甲只青菜，你芝士猪排。那底有十块，每一块拢包两块，只是中一块火腿，即我连番寄来怎会食啊？一块六八十，十块六八百，唔免八百新价钱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只啊！两只啊！来两百了。来，我要起司猪排，一块要你二十尔啦，啊，二十块未上，这不是足好食啊，真的啦。两百块，我食起司猪排无？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。来，那我来先。来，加八百块，好，八百。你来做旁边点啥？我鱼加下巴加尾段的啊。意大利面我收起来无，我要收起来炸大条来给你哦，白饭啊，这比大条鱼好吃哦，这收盐来煎就做好吃，收一碗椒，五百四百，要来这大条一定要画三百，我嘛无要给他画三百，只要买一份至少大条，让你欢喜，两百哇，来两百啊，有人要吃这白饭啊无？白饭两百上面煎呢？
啊，这我跟你讲哦，你白八你卖高你，这白八这款鱼啊比土豆鱼好吃，我卖两百两百呢。哎，两百啊！高林，哎，你后边看有啥物迄个鲑鱼尾段啊，四啊八你卖无？你尾段钱我卖一箱好无？来，这两百几个，斤两三四五六，七个人卖，这白八真一条你也无吃，其他会换。我无来换五包，无来换四包，三包嘛要拿两包我了。你后边后边个酒店了？恁这人个白包包来买过，拢知影这白包无遮大块，这今仔这间工厂出遮大块哦，恁啦，两百来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个了。哎，两百啊！我来干嘛？十四啊，十四个人个老买就好啦。这地够你啊，这地够来，这地够来。两百几个啊？哎，两百啊！这白包无你出遮大块啊，而且是我讲。没有，没有，来啊，几个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我要卖八个人家啦！你听我讲啊，你若买两百，我再搁送你啦，今仔较大块啦，再搁你啦。这白肉愈大块愈贵啊！啊，这个鱼也是比土猪更好吃啊，真的啦，再搁你啦，来两百搁一个好不好？哎，两百啊！再搁送你啊，两百搁少一个价钱啊，再搁你啦。你若敢价钱，我来讲啊，今仔我恁加吃一条嘛，再搁你啦，两百搁一个人家了。哎，两百哦。这种的收含酒，你真来做好做，只有我看两百个啊，两百个人要做呢无？你炸一手来啊？哎，一手来无？我真棒啊，真正够够济哦哩，恁今日真顶食钱，你若想无做，你就来电话我，两百哦。再过你，阿姊，阿姊，我该请教一下，我要送你，你食了无？哎呀，我冇到啊。二十六八十个人，对我来讲啊，啊超前啊！只要给你两家给钱的啦，我来讲啊。我加一只，你吃啊！我买螺蛳啊，你一箱尔啦，你来进来啦。